嗨，欢迎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课的内容。好，首先大家来跟我一起读一下标题。哎，别找了，手机在桌子上呢。别找了，手机在桌子上呢。哎，好，非常棒。Stop looking for your cell phone, it's on the desk。好，那么一起来进入今天内容的学习吧。哎，首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热身，哎，warm up。好，我们将图片和词汇一一对应一下。好，第一个，哎，第一个你先来读一下，哎，你来读第一个，西瓜，对不对啊？西瓜。啊，西瓜，watermelon 啊，do you like it? watermelon 啊，西瓜。好，我们选择啊 B 选项。好，B 选项，OK，好，非常棒。好，第二个啊，第二个鸡蛋啊，鸡蛋，对不对？鸡蛋，egg，鸡蛋。哎，我们选择啊 A 选项。好，非常棒。好，下面第三个。哎，第三个休息啊，我们之前见过，对不对？休息啊，休息。好，我们选择啊，have a rest。我们选择啊，C 选项。OK，好，非常棒。好，第四个，哎，看一下第四个啊，我们之前也见过，对不对？啊，take medicine 啊，吃药啊，吃药。生病了要吃药，对不对？哎，我们选择啊，F 选项。OK，好，好，下面第五个，哎，看第五个啊，手机 is our title，手机 cell phone。OK，好，手机，哎，我们选择啊，D 选项。OK，好，非常棒。好，看最后一个，哎，最后一个。Eyes forward 啊，看是什么？准备午饭啊，准备午饭，对不对？Prepare lunch，准备午饭。OK，好，非常棒。哎，我们选择啊 E 选项。OK，好，哎，好。那么第二个，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给这些动词啊加上一个。宾语 add an appropriate object aft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verbs。好，老师带着大家啊一起来做一下。好，第一个啊，我们看一下例子啊，for example，学汉语，对不对？哎，学啊汉语，as verb and objective。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吧。OK，第一个啊，听。哎，听，listen，听，我们可以说什么？听音乐，对不对？哎，听音乐，listen music 啊，listen music。好，第二个，哎，看第二个啊，我们之前也见过，踢啊，踢足球，对不对？啊，踢足球，play football，踢足球。好，非常棒。好，下面呢，第三个，哎。玩儿啊，是一个儿化音，对不对？玩儿哈哈，maybe it's difficult。玩儿啊，to play，玩儿什么？哎，我们可以说玩儿啊，玩儿游戏，play game，玩儿游戏，对不对？play game，OK，好，非常棒，玩儿游戏啊，好，下面哎，下面第四个啊，我们上节课见过，第四个写。哎，我们可以说写汉字啊，写汉字，对不对？A Chinese character，写汉字，OK，好，非常棒。看看下面一个下，哎，下，我们可以说下午，好不好？哎，下午，afternoon 啊，下午。我们还可以说，哎，好，下面最后一个开。啊，开什么？
开门，对不对？哎，open the door，啊，门，我们上节课也见过门，对不对？开门，OK，好，非常棒。好，下面呢？好，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内容的学习。哎，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的单词吧。好，第一个啊，跟着老师一起来读。哎，第一个，课，课，哎。课，class，lesson，课，哎，老师是不是经常说第一课啊，第二课，第三课，哎，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第十课，对不对？哎，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第十课，好，非常棒，课，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帮助啊，帮助，哎，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学了一个，哎，金，记不记得？金字底呀、啊，哎，老师写在这里啊，金字底，OK，here，啊，金字底，帮啊，help，帮助，哎，帮助，help，to assist，to I，to aid，帮助，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吧。啊，here is A，OK，here is。A and B，OK，、okay,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啊，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哎，跟我读啊，跟我读。好，下面不要看电视了，哎，不要看电视了，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啊，不要看电视了，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哎，这里有一个不要啊，stop watching TV，stop watching TV，不要。哎，好，下面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啊，帮助。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OK，watching TV is good for Chinese learning。OK，好，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吗？啊，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吗？Are you well prepared for the lessons tomorrow? OK，好，都准备好了，哎，都准备好了。Yes, I am。都准备好了。OK，好，这里有一个。不要啊！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不要。OK，好。哎，老师带着大家来学习一下不要。好，下面啊，the imperative sentence 啊，this sentence structure is used to dissuade or forbid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啊，不要，哎，不要。这里还有一个 another，别 blah blah blah。It's same thing, it's same meaning. OK，好，那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哎，for example，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啊，不要玩手机了。哎，这里有一个，不要玩手机了。哎，对不对？OK，好，下面不要做饭了。哎。Don't make meal，不要做饭了。OK，好，非常棒。下面第三个，不要看电视了。哎，maybe this is your mom tell to you，不要看电视了。哎，不要看电视了。And don't watch TV。OK，好。下面呢，我们看第二个，别巴拉巴拉了。好，这里别睡觉了，哎，别睡觉了，哎，stop sleeping，别睡觉了。好，第二个，别看书了啊，look book，别看书了。OK，好，下面呢，最后一个，别看报纸了。read newspaper，别看报纸了。
哎，对不对？OK，好，so we can conclude it out here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不要啊，不要或者哎，or OK，不要或者是啊，别加一个哎动词 verb 动词哎加。了，对不对？哎，不要或者是别加一个 verb 加了，好的，非常棒。好了啊，we can practice it。哎，老师准备了几个练习题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下。We can practice it。好，老师呢写在这里啊。好，OK 啊，上课的时候啊，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啊，很多同学在说话啊，many students are talking 啊，老师应该怎么说啊？哎，啊，上课的时候，when we have class 啊，很多同学在说话，talking 说话，我老师应该怎么说啊？哎，老师应该说啊，here I write here。老师应该说啊，不要说话啦，哎，不要说话了，哎，还可以怎么说啊？别说话了，对不对？别说话了。哦，can you understand it？啊，不要说话啦，哎，别说话啦，对不对？OK，we have another test practice。哎，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另一个练习啊。孩子已经，哎，已经，对不对？我们之前也学过，吃的很多了，哎，too much，还要吃，哎，啊，还要吃。妈妈怎么说呀？哎，老师写在这里。哎，孩子已经吃的很多了啊，She is too much. She wants another thing. 啊，妈妈应该怎么说啊？妈妈应该说啊，不要吃了，对不对？哎，妈妈还可以说别吃了啊，It's a minute. OK，好，那么你学会不要巴拉巴拉，或者是别巴拉巴拉了吗？哎，好，我们课后再多练习一下。好的，我们回到课文中，Go back to the text。啊，我们刚才读完了第一篇课文，哎，我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吧。好，第一个问题，哎，listen，听啊，哎，A 为什么不让 B 看电视？啊，A。为什么不让 B 看电视？啊，因为怎么说的？A 说啊，here A 说明天上午啊还有汉语课呢，对不对？哎，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OK，好，非常棒。好，下面第二个 question 啊，第二个问题，哎，听 B。为什么看电视？啊，B 为什么看电视？啊，B 怎么说的？B 说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啊，对不对？B 说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OK，好，下面，好的。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哎，最后一个问题，the last question，哎，B 准备好明天的课了吗？啊，B 准备好明天的课了吗？啊，B 怎么说的？B 说都准备好了啊，B 说都准备好了。OK，好，非常棒。好的，哎，我们看下面的内容。哎，
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这个单词啊，这里有别，对不对？哎，我们刚才学的别啊，别说话了啊，别吃了，对不对？别看电视了，哎，don't。OK，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好，跟我一起读啊，跟老师一起来读。OK，好，别看报纸了啊，别看报纸了。医生说你要多休息啊，别看报纸了。医生说你要多休息。OK，好，非常棒。好，不看了，给我一杯茶吧。啊，好，别看，不看了，给我一杯茶吧。OK，好，非常棒。下面。医生说，吃药后2个小时不要喝茶啊。医生说，吃药后2个小时不要喝茶。Okay,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n't drink tea during the first 2 hours after you've taken the medicine. 好，这里也是有一个不要，对不对啊？不要。好的，下面医生还说什么啦？啊，医生还说什么啦？好，医生让你听我的，对不对？OK, it's so funny。医生让你听我的。OK, 好的，那我们学习完了这篇课文，好，老师也是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好的，第一个问题。A 为什么不让 B 看报纸？啊，A 为什么不让 B 看报纸？哎，A 说，A 怎么说的？A 说，医生说你要多休息，对不对？啊，The doctor said you need more rest。好的。医生说你要多休息。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第二个问题，B 想做什么？哎，B 想做什么？哎，B 想做什么？B 说给我一杯茶吧。啊，给我一杯茶吧。OK，好。那么下面，哎。哎，B 为什么不能喝茶啊？B 为什么不能喝茶呀？哎，怎么说的？医生说吃药后啊，2个小时不要喝茶。医生说吃药后2个小时不要喝茶，对不对？OK，好的，非常棒。好的，我们学习完了这篇课文啊，也回答了问题。哎，大家学的不错。好的，哎，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的单词吧。好的，跟我一起来读。哎，第一个，哥哥啊，哥哥啊，brothers，elder brother，哥哥，哎，not 哥哥，哎，哥哥。哥哥，OK，好，非常棒。好的，第二个，鸡蛋啊，鸡蛋，egg，鸡蛋，哎，egg，right？Do you like eat eggs？OK，好，鸡蛋啊，好，非常棒。下一个，西瓜，西瓜啊，watermelon。Do you like watermelon summer? I really like it. 西瓜，OK，好，非常棒。下面正在啊，正在 in the process of 我们啊，我们正在上汉语课，对不对啊？我们正在上汉语课。OK，好，非常棒。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啊。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Why do you buy so many things？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Things 东西啊，maybe watermelon vegetables fruit and other things 东西啊，它们都叫东西。OK，好，下面哥哥啊，哥哥 elder brother，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啊，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OK，好。下面我看看买什么了啊？我看看啊，OK，看看对不对？好，to double，我看看买什么了？OK，羊肉啊，我们上节课也见了，对不对？Mutton，羊肉，鸡蛋啊，面条，noodles。西瓜，对不对？Noodles，面条，西瓜，哎，真不少，哎，真不少，That's a lot，真不少。妈妈呢？啊，妈妈呢？啊，Where's mom？妈妈呢？哎，正在准备午饭呢，正在准备午饭呢。啊，She's preparing lunch。正在准备午饭呢。OK，好，我们学习完了这篇课文，哎，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I prepare a few questions。好的，第一个问题：B 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啊？B 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啊，B 怎么说的？B 说：“哎，B 说，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对不对？啊，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OK，好，下面第二个问题：B 都买了什么东西？啊，B 都买了什么东西？”哎，what things？羊肉啊，mutton，羊肉，鸡蛋啊，面条，哎，西瓜啊，对不对？好的，那么明天我们也可以去超市啊买这些东西。We can 啊 buy these things tomorrow in the supermarket in Chinese，OK？好的，非常棒。好的，哎，下面呢，我们学习完这篇课文，哎，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继续来看。好的，跟老师一起来读，哎，跟我读，手机啊，cell phone，手机啊，where's your cell phone？OK，啊，手机，OK，好的，下面洗啊，洗，wash，洗手，对不对？哎，洗手，wash the bath，洗澡，take a shower，啊，洗澡，take a shower，OK，好，非常棒，洗，哎，洗，啊，洗，OK，好的，哎，好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哎，好的，跟老师一起来读啊，你在找什么？啊，What are you looking for？你在找什么？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啊，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白色的啊，白，对不对？我们上节课也学了，白色的。OK，好，别找了啊，别找了，我们刚才学过了，别找了。哎，找 is a word，right? Look for，别找了，手机在啊桌子上呢。
电脑旁边，I beside the computer。别找了，手机在桌子上呢，on the desk。电脑旁边啊，旁边，beside。好的，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啊，衣服，我们之前也学过了。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红色的那件，哎，红色的那件，OK，红色啊，red，OK，那件衣服我帮你洗了，哎，那件衣服我帮你洗了，在外边呢。在外边呢，哎，外边，outside，外边。OK，好，我们学习完了课文。哎，I prepare the questions，let's answer it。OK，好，第一个问题，B 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哎，what's color？B 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啊，B 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这里说，哎，白色的，对不对？哎，白色的，is white，白色的。OK，好，下面，好的，哎，第二个问题，手机在哪儿呢？啊，手机在哪儿呢？啊，where is the phone？哎，手机在桌子上呢，对不对？手机在桌子上呢，啊，电脑旁边，哎，电脑旁边。OK，好的，下面最后一个问题，the last question。哎，B 的衣服在哪儿呢？B 的衣服在哪儿呢？哎。B 的衣服在外边呢，对不对？B 的衣服在外边呢，哎，帮你洗了，对不对？OK，好，非常棒。好的，哎，我们刚才学习完了课文，还有这个不要巴拉巴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the preposition，对，哎，对，好，我们先读两遍，对，OK，对，哎，好。好，跑步，对啊，对，身体很好，对不对啊？跑步对身体很好啊。The running is good for healthy. OK，好，跑步对身体很好。好的，第二个，老师对学生。非常好，哎，老师对学生非常好。OK，好，第三个，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啊，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啊，do you also think it？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好的，哎，我们看完了这里啊，so we can conclude。哎，老师写在这里啊，A 啊，A，OK，make it bigger。OK，A，对啊，对。B，好，哎，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好，and optimist 不好，对不对？啊，不好，哎，不好，A 对 B 好，A 对 B 不好。OK，我们啊，we can practice it。哎，老师准备几个练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好的，哎，长时间。玩手机，
好不好？长时间玩手机，好不好？OK，好，我们看一下，长时间 long time to play your phone use your phone is good or not？长时间玩手机好不好？哎，我们应该怎么说？长时间玩手机，哎，不好。对什么不好？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哎，我们还可以说对眼睛不好，It's not good for our eyes。对眼睛不好，OK，好的。哎，我们还可以说，哎，天天跑步啊，对身体好不好？天天跑步。对身体，哎，不好，对不对？天天跑步对身体不好。OK，好，非常棒。好的，哎，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问题吧。啊，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问题。啊，这样。好，哎，第一个问题，孩子们正在。做什么？孩子们正在做什么？哎，看电视，对不对啊？Watching TV，看电视。OK，好，下面，妈妈为什么不让他们看电视啦？妈妈为什么不让他们看电视啦？哎，为什么？因为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对不对？因为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一个问题：吃药以后可以喝茶吗？啊，吃药以后可以。喝茶吗？OK，医生说啊，医生说，OK，吃药后2个小时不能喝茶，对不对？医生说吃药2个小时不能喝茶。OK，remember it。OK，好。好的，下面他今天都买了什么东西啊？他今天都买了什么东西啊？I remember it，羊肉，西瓜，OK，羊肉，西瓜，哎，还有什么？面条，对不对？面条，OK，好，面条，非常棒。好，那么下面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啊？因为他哥哥，哎，要来，对不对？哥哥要回来了。哥哥要回来了，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男的正在找什么吗？啊，What does he looking for？啊，你知道男的正在找什么吗？手机，对不对？Another thing，啊，衣服，手机，哎，衣服。OK，好的，我们学习完了课文和单词，哎，我们也回答了问题。好的，我们一起啊，再填一下这些内容。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好，第一个，你的病已经好了啊，你的病已经好了，别怎么样啊，别。哎，吃药了，对不对啊？别吃药了。
Don't take medicine. Don't take any medicine. You are good. OK，好的。下面，别怎么样了，明天还要上学呢。明天还要上学呢。别玩电脑了，对不对？别玩电脑了，明天还要上学呢。OK，好的，好，下面呢？什么？巴拉巴拉，对身体很好啊。What does she doing？游泳，对不对？Swimming 啊，游泳对身体很好。OK，好，下面最后一个，巴拉巴拉，对学习英语有帮助。啊，什么呀？他在干什么？看报纸，对不对？Read newspaper，看报纸。OK，好，非常棒。我们学习完了这些课文单词，我们也做完了题。好的，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he pronunciation。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the intonation of the specific question。啊，特指问句的语调，specific question，特指，好，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is stressed，啊，这个是 stressed，重读，对不对？And the intonation of the part of the sentence following the stress falls gradually，逐渐的下降，它的语调是逐渐的下降的。好，老师带着一起来读一下例句。OK，好，第一个，这是谁的笔啊？这是谁的笔啊？Can you feel that？这是谁的笔？谁特指对不对？This one，just this one。OK，好。Not，and is not，这是谁的笔？It's not，这是谁的笔？这是谁的纸？这是谁的纸？OK，好，第二个，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你们学校 how many？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How many students in your school？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It's not。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It's not。这是一个特指。How many? Ask how many? OK，好。下面最后一个，你在找什么？你在找什么？It's not。你在找什么？OK，It's not。你在找什么？Normally we say 你在找什么？你在找什么？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It's just a question。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这是谁的笔？这是谁的笔？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最后我们来学习一下 characters characters。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走字旁，走字旁，一般与奔跑奔跑或者行走有关系。The radical 走字旁 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act of running or walking，与这个奔跑或者是行走有关系。走字旁，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字老师来。写在这里，OK，好，第一个字，to exceed，surpass，超 over，超对不对？超过你，对不对？好的，where's the radical here？超。Like a man
person walking, right? like a person right walking。好，那么我们可以说什么？超什么？超过，哎，超过，超过。OK，好，下面下一个是起，起，老师写在这里，起。OK，起，我们总是说什么？起床，对不对？哎，起床，get up，起床。好，起，where's the radical？OK，yeah，起，嘿，起，起床，哎，get up，起床，OK，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哎，学字头，学字头，here。学字头，哎，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学字头一般与孔洞related to horse caves or horse 跟这个孔洞horse 是有关系的。It look like a building, right? It look like a building。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字啊，第一个字，哎，I write here。空，空啊，空，empty，空啊，where's the radical? Here，空啊，here，空，哎，我们经常说什么？空气，对不对？空气啊，我们经常说空气的，air 啊，air，空气，对不对？air，空气。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词，第二个是什么？哎，跟我一起来读，穿，I will use it，穿，OK，here，穿，to appearance through，OK，好，穿衣服，对不对？哎。穿衣服，穿衣服，get your clothes，穿衣服，还有这个是穿，哎，穿，对不对？穿，好的，哎，I write here，OK，here，穿，OK，穿，对不对？哎，我们就经常说这个穿衣服。哎，我们经常说穿衣服，OK，好，非常棒。哎，我们学习完了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rehearse。好的，我们学习了第一个是不要，哎，不要，巴拉巴拉，别，巴拉巴拉，哎，劝阻某人是不是？Forbid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你不要玩电脑了。你 don't stop play your computer, stop playing your computer, 不要玩电脑了，不要吃了，对不对？Stop eating, yeah, too fine, 不要吃了。OK，好，还有一个是别别睡觉了，别睡觉了，哎，别睡觉了。OK，好，非常棒。好的，我们还学习了对，对不对？哎，跑步。对身体有好很好，跑步对身体很好，哎，老师对学生非常好，对不对？老师对学生非常好，哎，好，不错。好的，后面呢，我们还学习了这 pronunciation 啊，这个是一个以特指的问句。哎，特指的问句，the intonation of specific question, a specific question，这是谁的笔？Who this pencil？Whose pencil？这是谁的笔？It's not。这是谁的笔？It's not。这是谁的笔？We usually say 这是谁的笔？哎，这是谁的笔？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你们学校有？
多少学生？OK，好，非常棒。哎，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哎，走字旁，relative to the act of running or walking，哎，超过，对不对？超过，哎，起床，起床，get up，起床，还学习了这个学字头，与这个 horse and the caves look like a building, right? Like a building. 好，这个空空气，哎，我们刚才学了这个空气，还有这个穿get clothes，穿衣服，哎，穿衣服。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我们后面呢还要复习一下，哎，一定要复习我们之前学过的和今天学过的，哎，都是有 connect with each other。好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下节课我们再见吧，哎，拜拜，再见。